席。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前往苗栗玉清圣殿参加新建奠基典礼，增加曝光度，副手吴欣颖一个小时后抵达。两人没有碰面，也都没有安排联访。是否得知网上台南造势场接连被炮轰？先是张宇轩 po 文酸柯文哲是柯米八原虫，有人就挤，有缝就钻，只摆了1800张椅子，却能喊出破万人。李正浩则是贴出数学公式计算，打脸柯文哲所谓的科学理性。他整个面积只有2880平方公尺，3平方公尺坐两个人的话，顶多坐4000多人。所以我觉得柯文哲阵营炮轰到5万人，你就算把路过的民众算上去，也计算不到5万人。就连当地台南民众也怨声连连，控诉柯文哲造势场扰民。这流动厕所，我看你外门靠啊，弄臭逼啊，是商业区嘛，人家不能做生意啊。全部的人都在万谈啊，哎呀，小条商业区，你敢办那个？客家也袂当出力，不出力，你笨手也袂当。到底是不是这样？我觉得他们的党部自己要有一个。检讨，他常常说他遇到一些事情如果外界有批评，他一定会拿回去再检讨。周边的民众、好朋友都帮了很大忙，那黄山总干事也在会前。这个主意向大家这个说声不好意思。柯文哲竞选办公室主任出面对台南民众道歉，没想到柯文哲首场造势大会就被质疑人数灌水，无视当地居民权益。三立苗栗综合报道。